好，我们来写这个《菜根谭》的，人生无常，不可虚度啊！人生无常，确实啊，就是人生想要活到百岁，或者是想要长寿啊，有时候蛮难的啊。人生无常，不可虚度。好，天地有万古，第一句话是这样写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右上斜，然后呢，右上斜，画下来，站稳了，就往旁边出去，啊，天地，然后呢，靠到左边来，这样写下来，这样就好了哈。天地有，从这里过来，往右上斜下来，站过来，有，然后呢，有万就写在这里了，往。右边、左边这样绕一下，地有万，好，古写在这里，好，此生不再得，此呢就写在这里，往左带一二三，往右这样过来，此生，好，生写在这里，这样过来，往右上写，画过来，一二三，这样过来，不要太长，此生。好，不再得，不重一点点，往上再画下来，这样过来，写不要写太宽哈、哦，这样过来就好。一二好，啊，中间可以不用写啊、哦，不再得，一画过来，往右边拉宽一点点，好，有点背势再上来，不再得哈、哦，再来呢，人生只百年。好，这个人生我们就写长一点点，为什么？因为刚好要让它两个字来填满这个地方啊、哦。人生不再得，人生只百年，只呢写到这里来，是往外啊、哦，百拉到这里来，下来，进来，然后有一点出去，然后再过来。拉长一点点，人生只百年。好，此日最易过。此呢，我们改变刚刚的方式，本来是这样写，哦，我们就改变另外一个方式啊，此，这样过来，斜过来，此日拉长一点点，日，对不对？最易过，最呢写到这里来，往右上斜。这样过来，左边，然后这样下来，对不对？一二三，这样过来，这样就好。最易过，好易，从这里窄一点，然后拉过来，往外再往内，然后过，所以一个口，再另外一个凹过来，然后从内再外，外再内，这样过来，此日最易过。再来呢，幸生期间，这幸重一点点，因为都太干了哈。幸这样往上提，这样幸生啊，期拉长一二期啊，点点期间者。好，这个尖呢，我们写草书尖，从下来，然后上去，再接到者，啊、哦，先升起尖者。好，再来呢，不可不知有生之乐。好，不可不要的不，我们就写成这样，不可，哈、哦，不可。不知不写在这里，不，啊，不知，知写在这里哦，知，啊、哦，拉过来，不可不知有生之乐，有，我们写草书哈，有生到这里来，有生之乐。
这样过来往右上，这样下来。好，下一个字是翼啊，这样对不对？顺过行这样写而已。翼，不可不怀虚生之忧。亦不可不啊，这样对不对？往这边带，这样过来，往内再往往不可，亦不可不怀，哦，这样过来往上提下来。像往右上，一二回来，往下，亦不可不怀。好，虚生，虚怎么写呢？虚这样写啊、哦，这样过来，往上，体从这里下来斜的，好、哦，往上带以后，一二三下来，虚。虚生之忧，虚生好、哦、之忧，忧是这样写，草书忧，虚生之忧。好，那我们看到已经写完了，所以呢我们还有几个字可以把它完成。人生无常好、哦，这样对不对？五写在这里，到这里来，一二三，出去哈，人生五。好，到这里长呢，我们就写这个就好了啊。这样下来，往外再往内，人生无常，不可虚度，不可虚度。哦，这个就改变写法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这样点，从这里过来，一二，这样挖一下，往上往下画下来。那因为已经很挤，对不对？那就写两个字就好了。那写起真也可以，或者是我的字号也可以，嗯。永祥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那你说盖章嘛，只能盖一个，好不好？哎、嗯，大概就是这样。好，嗯，好，天地有万古，此生不再得。人生只百年，此日最易过。幸生其间者，不可不知有生之乐，亦不可不怀虚生之忧。人生无常，不可虚度。永祥啊。